选手感言：新唐人的声乐大赛是一个互相欣赏、互相帮助的平台，让五湖四海有才华的声乐家聚集一堂，真正做到了音乐无国界。我们华人聚集在纽约曼哈顿，让西方的音乐艺术家们都能看到，我们华人也可以把美声唱得非常好。有关大赛的更多详情，请登录官方网站 vocal 点 ntdtv 点 com 查询。